如果你躺着，腹部还算平坦，一旦坐着，肚子上的肉啊就像叠罗汉，好几层，这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加上骨盆前倾导致的脂肪堆积。分享给你全球公认收肚子最快的萨尔曼进阶练习法，躺在床上就能做，而且可以边玩手机边做，记得收藏保存，今天晚上就试试。 5 4 3 2 1 GO。1 GO。 3 2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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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